为啥？刚才一转弯差点倒了，这个会倒的吗？不会。妈妈就是感觉一上汽车就倒下了。开，不开快它就倒不了，慢点开。所以我们刚才在开快它就倒不了了。开快就倒了，开慢就不倒。这种油箱是不是很容易开的？对呀、啊。但是一层公交简不简单？都很难。但是一层公交可以走很快的，像我们刚才那个走的很快。开太快了，所以他停一下。8143。为什么写了8143？这是车的编号。你们两个坐一起，给你拍一张照片。你们两个坐在一起。不要。来。不要。那给你们一人拍一张。